近日，庾澄庆与前妻伊能静共同前往美国纽约，参加他们儿子恩利的大学毕业典礼。恩利在社交平台分别晒出了父母到纽约的动态，庾澄庆和伊能静或将迎来难得的同框。早在去年11月，伊能静就在社交平台上提起过儿子提前毕业的事情。恩利在纽约大学导演系就读，但是用3年时间就读完了4年的大学，修够了学分，所以恩利可以提前毕业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庾澄庆和伊能静于2000年在美国注册结婚，2002年恩利也是在美国出生的。如今庾澄庆和伊能静又回到美国，一起见证儿子的毕业典礼，不知会不会有许多美好的回忆涌上心头。至少有很多网友至今都为两人的分开而感到惋惜。此前伊能静还曾在社交平台直播时透露儿子曾被网暴，他表示恩利在自己参加综艺的那一年被网暴了一整年，并表示自己十分心疼。如今他